范冰冰、李晨自从传出恋爱以来，就一直甜甜蜜蜜，两个人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，两人也是一直出双入对。不过，某网友证实，李晨和范冰冰已经分手了，两人在恋爱期间有过不和，原本准备今年就结婚，现在也是一点音讯都没有，这让大家非常的怀疑两人这是怎么了。有一次，两人在路边吵架，李晨去拉范冰冰，却被冰冰拒绝了。两人一直都是很般配的，没想到。话说啊，李晨也谈过好几场恋爱了，也曾伤过无数女性的心啊，但是恋爱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的。23日，李晨发微博称，我怎么就变成奶奶了，网友见了纷纷表示，你是陈赫的妈，生了孩子当然叫奶奶，因为你有孙女了，李奶奶。24日凌晨，李晨又发表了一条微博，开心才重要不是吗，并配上一张搞怪的图，这是怎么了吗？小编表示怀疑是和冰冰吵架了吗，网友纷纷前来安慰，是在担心陈赫吗？其实网络实在太可怕，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，跟冰冰好好的呀。